我女儿跟我出去一定这样，对，女儿真的吗？真的，我都会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回到家是抱住他爸，他爸躺在床上抱住他爸，这样五分钟不下来，哎呦，我们要买，抱着他在耳边说，这是有出息，对，没有，起床的时候我再跟你说。越久代表那东西越贵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